对，我奶奶去世就是好多年了，99几年去世的。但是现在就是说前，我现在给她超度小房子了，然后现在她又那个又梦见她那个出殡了，好像又去世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本来梦见一个人已经过世了，在梦中又梦见他过世了，说明他已经投胎了。哦，那个因为我始终那么多年也没梦见，都是我因为我替我妈妈在念小房子，但是我妈妈梦见就是我奶奶了。啊，那很简单，那你给你妈妈跟你奶奶念、啊、念小房子了吗？啊，我替我妈妈念的，因为我妈妈年龄大了嘛，我妈的小房子都是我给念的，我妈自己念经，我给她念小房子。不是，我问你，那么因为你们做梦是做到奶奶。啊，奶奶又去世了啊？对。那么你跟奶奶念过小房子没有？念过，念了七张，刚开始念。啊，那就是，如果是在梦中，比方说啊，再投胎，好像再死掉的话，实际上就是再投胎，明白吗？啊，已经就投胎了。啊，应该投胎的。